搭相恋换，我把山东探一探，搭竹波相不听，听我另类说山东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农村干部来关注，工资标准也出炉。农村广阔天地响，有事村干部协商，农村当家掌舵人，百姓心中保护神，村里大小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决定，农村最基层官员听我给您接着谈。一个优秀村干部引领百姓来致富，村官不输公务员，工资低得真可怜，国家待遇不享受，吃穿花销都不够，工资标准咋发放，各个地区不一样。根据经济的情况，各地大都不一样，工资有高也有低，各个地区不统一，文件通知来定性，工资比例来确定，基本工资和待遇都有要求和比例。村主任占村书记千分七十的比例，这个比例不能低，全国各地都普及，其他干部的待遇将对村主任比例千分五十不能少，不然工作没法搞。村委书记他最高，支付带头有高招，农民人均可支配当地收入的两倍，这些工资不算多，刚刚能顾住吃喝，日常生活能满足，工作还要去投入。村官收入并不多，为啥依然是香饽？各地村官都吃香，都想去把村官当，士兵都想当将军，何况普通的村民，既能圆了当官梦，又能发挥大作用。当上村官群众愁，成为多少人追求，只要当上父母官，再苦再累也心甘，带领村民来致富，从此农村大迈步，带领农民奔小康，自己脸上也有光。随着农村的发展，已经逐渐成焦点，一些毕业大学生也是情有可独钟，尤其农村大学生就业形势不轻松，毕业分配都不管，选择回乡去发展。农村空缺岗位多，选择回乡去拼搏，应聘大学生村官，农村建设一简单，带领村民来致富，促进经济大迈步，百姓利益多关注，就是一个好干部，那个好干部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